我首先宣布季军第三名的获得者王广文，然后是亚军的获得者赵红，最后当然是冠军的获得者。2011追风王者归来十大巨星模仿秀向巨星致敬，寻找模仿天才，12个华丽的夜晚，他们脱颖而出。邓丽君模仿秀冠军赵红，刘德华模仿秀冠军王广文，小虎队模仿秀冠军奇迹少年，韩红模仿秀冠军张小敏，刘欢模仿秀冠军赵琳，王菲模仿秀冠军周扬，张国荣模仿秀冠军唐子耀，张学友模仿秀冠军郭环宇，张雨生模仿秀冠军罗耀，迈克尔杰克逊模仿秀冠军张峰，谁将成为追风王者归来十大巨星模仿秀王中之王？就在今晚王者盛典，最后当然是冠军的。